六个冯木珠终于唤醒了石敢当。石敢当醒来后，会主动与四线凤决斗。你可以在旁边帮助任何一个。不管怎样，他俩最后的结局是都得死。观战吧。刚才没打赢石敢当，是因为我总是正面硬刚。打了几次，发现他有个弱点，就是他的后面比较薄弱。所以就朝着他心感的一笔回起来。闪避总是看不出来，谁知道有什么技巧呢？广智有闪避吗？每次变身总是先挨两下。想进入黄金之国支线，必须通过黄袍原位的测试。虽然不难打，但是感觉有点浪费时间。我这手反打总是按不住闪避。
如此甚好，与咱同赴古国如何？想继续前进，还得通过虎先锋的测试。刚上。加印后的虎先锋，说明不是真正的虎先锋。虽然他不能打，但是对于我这受伤了，还是有点吃力。中间又好几次，差点死掉。终于结束了。我想说的是，玩这个游戏太累了。